我问你，金玉公寓伫个平野监视器画面内底，有看到罗家峰、洪家族是死者送离开平野。啊，毋过迄当阵另外一个罗家峰甲兄仔咧讲代志，所以安尼甲看起来，是有两个罗家峰着。你二三下我咧听无啦，你目睭皮我都顶到，啊，我甲你讲，若是我讲的是对，你目睭皮来捏者。我讲的若唔对，卖有任何的表示，安尼听有无？我再问你一遍哦，是毋是真正有两个罗家峰？可真正是安尼？那安尼死去的陈中志，甲这件代志有哪关系？所以，所有代志是毋是甲黄金有关系？李克来啊！克勇来啊！伊嘛是悄悄人，我赶紧来去跟伊见面。老婆要找迄个姜克勇啊，紧杀去出去。哦，姜克勇，紧把这老阿公赶出去。啊，若无伊硬要留伫咧遮啦，啊，无要倒饼厝内。逐工就喺遐，唔知咧创啥，遐袂舒服，遐伫咧顶地迄个歹当古车，看咧足惨目个。陈忠信。你无任何功能，你才是排档故事。哦，我哪有法度跟你比？平平哦，拢菜在遐，啊，不过你是排档故事啊，你爱让人千斤重量给你收啊。啊，不过我是艺术品，我的功能就是菜在遐，让人欣赏的。上好是啦，你看你家己，莫阁搞屎，阁敢讲是艺术品，笑破人的嘴。无咱就表决啦。哎，我住伫遮个业主，嘛敢那一个尔。哎，老阿公住伫遮个业主，啊，参一个都无，一比零，我嘛是赢你啊。无唔对，迄是拄好先梅姐去买菜，而且拄只杨总裁，我看伊嘛就是要业主。等等诶，你差一点啊，就是三比零啊！是相公这当亚秀表决的，我绝对袂放弃姜家人的权利。阿姨啊，我本来会当甲恁赶出去，啊，不过我阁留一个情分，无甲恁赶出去。咱一家人无应该安尼冤家扭济，应该较互相才对啊！你这么厚面皮，这么袂见笑。竟然会当把过去的代志当作无发生过。啊，过去的代志都已经过去啊，何必伫咧变故事？一家人敢不是应该团结同心才对啊？要团结同心是。好，那呢，把应该和大嫂的财产拢给伊，应该分出来的股份拢总吐出，咱把小龙做伙清清，再来做一家人。才来讲感性，无唔对，你害死坤松，海产这个价格阁无够，阁把股份抢走，若是阮阁包容你的行为，就是毁掉姜家。无话通讲啊，出去。嘿，同学，你莫甲我卡无，这是阮家，我绝对无可能搬出去。我唔来保留这个家，阁要怎啊？无极集团。恁这款失败者，莫抓准你用暴力，就会当逼我退让哦。阿姨，即个我甲子谦做伙过来，就是听讲姜开勇交平陪死落车袂离开，那呢，阮就甲恁带走。哎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敢讲我会伤害阿姨甲少怀？会啊，你捌害过老巫婆啊，啊你害阮兄弟变作动物啊。啊！你害这漂亮姐姐变作丧尸，啊，跑落山砍吗？啊！你害伊变作迄拼装的啊！啊！我无啦，所以哦，在场除了我以外哦，差不多拢互你害过啊。这子弹袂当大，阿姨，等来走。哎、欸，
相公，你会当把我妈带走？有爹，咱听二兄啦，搬出去好啊。若无带伫遮，等到危险。阿弟，我看哦，迄行李嘛卖款啊，伊这两只手全部拢好好啦。哦，那咱对二兄行，哈。是阮要搬出去，甲你无关系，你毋免提来。啥说我毋免去？我爱照顾妈啊！我已经听阿嫂讲过啊，你欺负阿姨几落摆，互你照顾就是请鬼疼又断。迄是大嫂伫乌布兰讲，伊误会我。哦，我甲阮兄弟哦，拢有看到你杀老母婆去阿公呢。少怀，我是你的太太，公公，你袂甲我住做伙。蝴蝶，你还是别来好啊，我怕妈会生气。啊，以后阮人甲人住，啊恁好心甲好心住哦。拜拜，拜。客用突然间转来，把伊带走，一定有啥目的。阿姨的微笑，我嘛也不清楚。到底姜家有偌侪钱、偌侪股份，我全部拢爱掠在手头。妈，你想要讲啥？你豆豆阿讲啊。哦，老婆也在看那个图呢。哦，可能真大事哦。后边有机关呢，阿姨，你真正藏一个私人的金库伫遮啊？唔知密码是几号？林总裁，今麦你的手有敢有法度持？好，妈妈去看麦啊。是哥，我若饲去落去啊，啊是我看唔到，啊是我饲歪去。阿姨哦，失去讲话能力，迄判断数字能力可能嘛无啊，伊安尼也无法度开这个保险箱啦。密码错误两次，错误三次，即将锁定。阿姨，袂当搁饲啊，安尼哦，更加搁较麻烦啊。我来饲。你妈要不饲啦？你哪会知影密码？我以为啊。我甲你的生日，还佫有陈良志出生的日期啊，甲伊合起来饲啊，叫伊着开啊。无唔对，我甲我上心爱的人的生日来做我的密码，啊想讲，就算讲蝴蝶知影少怀的生日，伊嘛无可能知影良志的生日，啊煞想袂到陈良志竟然会记得良志的生日。陈良志，就是当年阿姨伫咧恁家生的迄个早死的囡仔。你可会记得伊生日？我啥物话拢嘛会记的，这也无啥物话啊。哦，你头脑遮尔好，真正足巧的。哦，莫一直讲我巧，听得足烦的呢。我原本就足巧的，你一直讲拢假讲的。好啦，紧看卖，看迄老婆内面哦，黄金到底藏偌济？这是阿姨的微笑，阿哥有藏伫咧新加坡银行的秘密资金。哇，老巫婆这么有钱哦！兄弟，
安尼你免烦恼，你会散食啦。是讲哦，你嘛爱注意迄只好心哦。啊，若无，你嘛赶快准备要去卖玉兰花哦。等等诶，你着卖阁假啊！你早就已经恢复正常了，对无？哎呦，漂亮姐姐，我足正常诶啊！是你甲陈东君做伙，你才不正常。是啊，即摆啥物情形？等等诶，你脑部退化状况好起来啊？那毋较早讲诶。甲恁讲讲有啥物路用？只是哦，姜开用啊，有法都退红啊。啊，若是安尼啊，咱就规组拢包包起来。是啊，你无空啊，你已经恢复啊。你即摆问这要创啊？我是毋是有空啊？拢无意义啊。杨总裁伫新加坡银行的 BB 资金，这数目真正足大，而且照伊维修的安排。伊过身了，所有钱拢会捐去给一个慈善信托基金，而且迄基金的管理人是姜启勇。这是甲姜启勇大算数了后，我才甲伊微笑。启勇，我希望拢寄托在你的身上啊。多谢你愿意信任我，家己过身了后，所有的代志拢交定给我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杨总裁这决定确实是考虑了真周全。新加坡那是好亚人的避税天堂，而且真保守客户的秘密。安尼做，唔来当骗骗遗产税，佮会当封闭蝴蝶，卖予伊杨少怀配偶的身份，家己拢抽走。靠！马高连专门伫提防我，不管我离婚还是一死，甚至少一死，我赶快一生五亿拢摕袂着，只拢伫个基金会。除非我想办法让伊改微笑，取消信托，那无我真正着啥物拢摕无，做袂工。门口敢若有人？刚才我这个叫志豪，刚到海里边香水办公室外口的监视器啊，我来看卖是谁在偷听。阮阿姨的微笑安尼写，姜开阳真有可能早就心内有数。伊雄雄搬倒去厝内底住的目标真有可能也是这份微笑。难道你认为呢？啊！迄好心爱食粉啊！迄老阿公哦，伊走来遮要想要食粉啊啦，所以哦，咱紧搬走，唔通阁留伫遮哦。哎呀，等等的，你莫阁闹啊啦！我看杨总裁即马足忝的，咱赶紧出去食饭，然后出所在住，那无真正是有路无处啊！啊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，紧来食饭，紧来！哦，行啊行啊！差一点啊，就去哦，蝴蝶啊，发现我已经清醒。是讲你那个有集团总裁办公室的监视器的画面？唔通只计较啦！今摆恁五级集团啊，规个乱到安尼啊，我若无甲恁斗主意哦，就真正变作无脑集团，规个去哦姜开阳，规碗螃蟹。等等诶，虽然讲你常常用无正当的手段，啊，不过老实讲，有时阵阁真正就输了。要对付歹人，阁想要做君主啊？阮当是死无葬身之地。兄弟，你拄则有哪看到？蝴蝶伊存心不良，伫外口鬼鬼祟祟咧偷听，所以你对伊真正好好提防。